都可以引起他的注意，除了你漏小鸟以外，你有任何的方式都可以让他选到你，然后里面外面都行，他一个人可以前四位跟他上来玩游戏，最后会留下。对，我们让女友选的啊，不是我选的，我选的待会我要走出门口就不太容易，好，让他选我就比较没事。好，所以呢，待会呢就让女友呢各选四位上来，然后你跟他互动，赢的那个人呢，咱们就送海报。送他个人的海报，好吧？啊，把那海报放在胸前之后再送给你，好吧？好，这种牌我觉得有点不太干净，好吧？要让他感受到我们男人的魅力，台湾男人的魅力，好不好？不要老是一直都是饥渴的脸嘛，还在饥渴？我不是啊，开玩笑。来，我们现在来先选，先请呢这个两位女优要跟大家挨下子一下。Everybody to say hello. ゲーム楽しみです。一緒に楽しみたいです。要说什么？他说很期待游戏的进行啊。期待游戏的进行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方法可以吗？喜欢这个。